好，今天来分享一下手边心语花的中档。那这几只成虫就是之前那只幻君影片里的个体，我有挑选几只比例和表现不错的来分享一下，那就一只一只的来看吧。那第一只是整批里最先羽化的公虫，体长是 76.2， 头 27.4， 颚腹有 6.3。 那这一只的比例非常好，不论是它外扩的牙形或者是齿翘，是一只美型的个体。可以看到张牙的时候它的表现。那私域记录的话可以看一下标签，第二只是整批里最大的个体，体长来到了 79.1， 头幅 29.1， 然后颚幅是有 7.0。 那这一只是我目前为止饲育出的最大的中大，可以看到整体是非常厚实的，那齿翘也没有瑕疵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转换率非常差，可以看到标签，幼虫最重达到了36.87克，但是蛹重却只有23.18克，所以说掉重掉的太多了，但是整体是非常的粗壮的。第三只是目前牙形最粗壮的个体，体长是 73.6， 头 27.4， 那颚幅来到 6.5。 那这只虽然不大，但是颚幅以及它内齿的表现都非常不错。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齿翘太小，所以内齿不能完全收进去，但也是最有极态表现的一只个体。接下来是母虫，这只的体长刚好来到了50，但是头幅有 15.5， 可以看到是非常粗壮的一只母虫。
而且转换率也不错。最终或者说唯一一次冠军是 10.66 克，最终永仲也是有 10.19 克。那如果用来擂带的话，最终母虫一定是首选了。第二只母虫表现也不错，体长是 48.3， 头幅来到了 15.0， 也是比例非常好的一只。最后一只母虫，体长只有 47.3， 头幅是 14.9， 但这是目前比例最好的一只母虫了。可以看到头很大，赤条很小。那未来也考虑用这一只和 73.6 毫米的那只公虫配种，想争取能够养出头大赤条小的几胎个体了。那这就是目前第一批中表现不错的个体了，还有一些表现普通的这里就不展示了。第二批公虫还有很多是蛹，当中也有一些不错的个体，那会在羽化之后再做分享。